来继续来看，监察院的前院长王建山今仔日宣布要来参选总统，现场有真侪民众到场加支持。王建山讲，伊要推动两化和平统一。年85岁啊，我刚才说过，我是安徽人，到台湾来的时候10岁，今年85岁，我在吃台湾米、喝台湾水，一共有75年。所以你们说我是外省猪还是本省猪啊？我现在印一个名片，大家都有去拿到我的名片啊。这名片的背面啊，就是写的外省猪。你们看一看外省猪，所以有人就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叫外省猪啊？自己自称外省猪啊？我为什么要叫我是猪啊？我要用这个来凸显我们台湾。到今天，大家应该团结合作。”好，来，这个王建山的参选的记者会，前立委区的前卫生署长杨志良，甲孙文学校的校长张阿忠，拢来甲斗乌烟。区议讲，王建山的参选是予伊真感动，讲王建山敢讲真话，深受着民众的信任，呼吁各界人士来支持着王建山选总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